喂喂喂！大家好，大家晚安。都拖到11点去了，摄影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搞了好久，才差不多用得比较好一点点。等一下，有回音。这个吗？这样还有吗？啊，因为摄影机做了很多重新设定，可能摄影机上面也收到我的声音，变成双重回音。啊，好了好了好了，至少算是有修好就好了，应该没有看见很怪吧？嗯，看起来好像还可以，颜色没有太异常。然后因为画面放右边的话呢，会遮到地图，所以放到左边。左下角这边好像没有什么资讯，会比较好一点。重新打个招呼，晚安晚安，阿元晚安，小苏晚安，明月晚安，妈叔晚安，蛋苦晚安，饭团晚安。恩哉晚安，威灵晚安，疾风晚安，小苏还在神庙二。四季晚安，一曲晚安，不知晚安，缺斯坦安安，阿岛晚安。应该没有漏掉了吼。修晚安，543晚安。黎圈晚安，来吧，从今天这个进度开始。上次把电池的能源换完之后就停在这边嘛，感觉啊，操作才隔了一天，好像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有一点危险，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这也是东西吗？拿起。鸭子晚安，看到睡着了，辛苦了。胶囊，您看上去似乎连那什么都不知道。风扇机，风扇机放在胶囊里面，随时可以使用的意思吗？刚刚给你看的是风扇机，可以随时拿出来使用。一旦从袋子里面取出来都无法复原了，了解。一次性的包装。听说这一款游戏能够组出很多有趣的东西来，但前提是我可能要先玩到那个进度才有办法。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没有什么创意啦，说真的。我应该没办法组出什么东西来。如果我真的有创意的话，我就去玩那个 Minecraft 了，对不对？好了，又把东西拿到了，应该可以补一下。熊熊晚安，换，这样这边就换完了。这边可以换一换吧，全交换。OK。看起来目前这样子应该 OK 了，那就前进吧。希望今天玩起来能够再更顺一点，不要东卡啊西卡啊，一直卡实在是我自己看不大下去。这里是不是需要有一些助力啊？等一下，啊，要风扇哦。欸，如果有看到鸡，请打它三下，会给你道具鸡。喝水，谢谢鸡。我刚有看到鸡吗？
是不是要阴我？都被我发现了。不过有看到的话来打一下好了。鸡是之前在那张地图有打我的那一只吗？我现在要先把风扇拿出来吗？这个东西从袋子取出，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哦，果然好方便哦。我看一下如何旋转呢？按 R， 叮叮，砍溜，走吧，拿这个打，一呢。Eric 晚安，画面好厉害哦。之后把空城打完之后，我还回到地表吗？地表又是另外一张地图，这游戏的地图也太大了。对啊，不要破梗哦。话不要说太早。下。然后要让装置停止运作的话，基本上还是要再打一次嘛，不然电会没有。啊。哎呦，我发现啊，我摄影机的放的位置还蛮好的，刚好不会折到。不错不错。不过，跟别人相比，我应该会玩得很慢很慢，请见谅。我来看一下下一个神庙目前还没有看到吗？这里有个装置，这是扭蛋吧？这是扭蛋吧？装置制造机。是吧？制造机是什么东西啊？可进行加工的资源为魔像的角子有，佐纳屋子能源这也有，像做料理一样，把资源放到怎么放入投入口即可进行加工。而胶囊呢？胶囊就是下面拿到的嘛。所以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要怎么用？他说要放什么东西？忘记了。脚嘛，脚和能源。脚在哪里啊？它是素材吗？这个吗？还是我没有拿过。这个吗？应该不是吧？放看看好了，不知道。真的是扭蛋机，这是什么东西啊？火龙头，向前方放射火焰的装置。哦，感觉能够做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来。所以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每一个敌人掉的东西应该都可以拿进去吧？放看看不同的东西好了，翅膀。没有哦，所以还是有限定材料。一次要放五个能源，我看一下，五个能源我现在好像没有吗？目前装置也不大会用，先这样子好了，暂时先放着。你又走散了。蘑菇旁的你有三一，怎么他也要过去哦？哎，有吗？蘑菇旁的蘑菇旁的蘑菇旁啊，这个试试看哦，一次拿五个。五个会变一个风扇吗？哦，五个，哦，超过五个，
火龙头，哎，掉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哎。啊，所以真的是扭蛋哦。所以拿能源能够换到一些，这怎么了？组装材料就对了。哦，了解了解。然后这边有风扇机，煮一煮吧。我想试试看火龙头是什么东西耶。哎，对耶，小树也在玩。我想拿一个火龙头出来。这什么？看起来打看看哦。哇，火烧灵，而且会顿顿的。这个感觉也很实用哎。啊，对对对，我还有那个，这个叫什么东西啊？不是救急手，鱼料的建材，这好像可以合在一起吧？这个盾不行啊！对耶，对耶，我的棒子烧起来了，我知道，我知道。奶奶，目前还没有很熟悉，要怎么交换？哦、真的可以、啊？然后呢？哦哦，好强！哎，架盾就可以用嘞，太帅了吧！烧毁。什么意思？好方便哦，所以它也可以放到武器上面咯。下次来试一下。啊，不过它电力耗很快。来吧，我们一起去。我帮你放到车头，让你坐最刺激的地方。这样应该是黏住了吧？嗯，有黏住，有黏住，不错。走咯。啊！哎呀，这个痛。诶，他的朋友在哪里啊？你的朋友在哪里嘞？啊，看到了，追上了，放下来。这样子应该任务就解完了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哎，等一下，我还在新手教学，空城还没有走完，一直都在卡这边。话说那个便便能干嘛？反正先留着嘛。走走走走走，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把这个新手教学打完呢？嗯，感觉应该可以。这附近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了，那就拿原本的车上来。吃啊？什么意思？那是便便哎。开格子。反正应该不急吧，他竟然还没有特别说要怎么用的话，代表现在用不到。啊！我没有看到，什么呢？轨道有坏掉哦？哪有啊？哪有坏掉啊？啊，不是，这是我来的地方。诶？被骗了。有够邪恶的游戏。而且我的材料好像没有复原哦。来，在这边，翻过去。还有一台车，不担心。
那个任谁都吓到吧。搭到一半从空中直接掉下去。等下血有点少，一直叫听得有点烦。啊，要用这个吧，等一下哦。看来是钩子要派上用场的时候啦。啊，我的车！本来用那一台，算了，这一台应该也可以用。等一下哦，正在理解中。等一下，好复杂。您的车上应该也可以用吧？反正我觉得我有地方站就好了。第二，角度有点奇怪，应该还好吧？感觉应该是有风就能够使用的。歪歪的。哎，对，仔细看，真的右边的轨道有坏掉。怎么那么笨啊？这个应该勾得住吧？试一下。可以耶。把下面那个换掉好了。换一个位置，放这边。哎，也歪歪的，但应该没问题。有，方向已转好，接下来就上车了。去吧。运行顺畅。等一下，哎，这个会勾到哦。告杯。所以还是要正一点吗？不能那么偷吃步，太懒了。好了，我的错。这样总可以了吧？没有想到歪一下就不行了。它下面有个像是卡榫的地方会卡住。Go！ 这个没问题了吧？游戏运行顺畅。到了。到底有没有需要关机啊？不要关一次看看好了。感觉是离太远吗？离太远会自动关机。话说下一个神庙还没有看到啊。锅子也拿蛮多的。反正现在的火哪里都能够生嘛，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一个地方下去可以吗 ？OK。有水就安心了。哦，这边，这个转蛋机是刚那一台吗？我是回来了吗？等一下，应该没有回来吧？没事。话说，到处都有这种浮空的机器，感觉也没有特别要拿来干嘛。这是我刚来的地方吗？对耶，这我绕一圈的意义在哪里啊？我是为了什么绕一圈？是要走这边吗？哦，要送叶子哦。疏于准备的话会立即流失体力，那该怎么办呢？要衣服吧，防寒措施和暖和生殖的料理。名字中有暖暖的食材来制作的话，会有暖和的效果。一次只能获得一种料理效果。OK。
那就先来坐一下吧，暖暖的，暖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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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而已，一个够吗？暖暖，那可以搭配一下别的东西吗？暖暖配，暖暖配香菇，应该能吃吧？感觉初步是靠料理，欸，没有欸，奇怪，好像不能混在一起啊。旁边还有善良，是要单独做的意思哦。试一下吧。哎呦喂，今天喝什么饮料？没有，今天喝水，没有买饮料。这个洞窟有什么东西吗？不过如果真的太冷的话，又敌人，及时的做一个火堆，应该也能够生存下来。多做几个吗？把这边的东西拿完。这个洞窟应该没有在更上面吧？应该是死路。Yep。对耶，放复数的话，时间会更长哦。放看看，还没有放过复数的，之前都很保留食材。手持，一次放五个呢？五个应该不会太多吧？试一下，一个一分钟，五个五分钟，有这回事吗？12分钟。效果更长，所以应该可以从这边就开始吃了吧？感觉上面就开始冷了，不对，现在已经开始冷了。这里吗？这里这条？哎呦，寒！好快！食用。哦。吃起来的效果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大一样，它是寒冷的，怎么蓝色的那个值往下降了？谁会知道等扣起来吃啊？先吃，然后呢？我要去哪里？这边有路吗？他说这边是雪山，但没有路啊。不是这边呢，好像不是这边。洞穴还有更上去，这个洞穴吗？欸，那刚怎么往上看没有路啊？等一下，我再看一次。我刚刚说那边没有路，完全没有人提醒我。那我这样傻傻的下来了。这边哦，我看一下哦，让我仔细看一下，为什么你连有没有路？哦，却有，是这一条吗？哎，这是往下的，没问题吗？那个恶心的生物是什么东西？是用弓箭打吗？以内。希望是这一条没错，不然要爬上去。难得呀，不是这一条。还有路吗？
看这边有寒气，应该在往上走吧。哪里啊？哦，那边吗？雷哥，雷哥有看到了，晚安。照这般泥路，暖暖料理要多做几个备用了。你等等，我可以的。小晚安。有新的敌人呢。哦。好像冰晶史莱姆一样。烧，用烧的，哦，用烧的不错哎，感觉对水地上的敌人非常的实用啊，烧看看，哦 ，happy happy， 哎，烧的好开心哦，好棒哦，你想烧我吗？你去死！哎喂，我烧起来了，啊，等一下。滋哟，好强哦！敌人好强。等一下，我要从哪里开始？上次存在哪里啊？很前面呢。啊，よかった！吓死我了！没有想到主角那么不耐热。烧死你们！你们这些垃圾！烧死！蝙蝠好多！弓箭射！敲敲敲！嗯，一呢？自己说一呢，刚被人家敲死。耶，好多素材哦！话说那一群蝙蝠是怎么会来啊？奇怪了，一堆眼球。所以有事没事就会有一些生物这样经过，也可以趁机打一下的意思。前面这个是什么东西？组起来看来会有一些事情发生。试一下，但是是我最讨厌的转转，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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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又是你，便便有点臭臭的。现在比较好奇那只龙是什么东西，那只龙的背上感觉是可以走的，看起来它也是一张地图的样子、啊、这个好好用哦，火好好用，用得爽快。然后这一只的话用弓箭能不能一次杀掉啊？啊，好像有点难。爆头的话呢？
烧。啊，我的盾牌要坏了。他们在自相残杀。烧毁。啊。耐久度不够。那来交换一下好了，有另外一个龙头，龙头把这一个丢掉，换一下这一把武器。嗯，我喜欢这一把，这一把看起来比较帅。这一把平常攻击的时候就是带火的效果嘞，也很不错。好，进到洞窟里面应该就温暖了。炸弹花感觉也是拿来合成用的。有九桃啊吗？九桃啊。放个问号哎。蚱蜢吃虫了。打火石一样留着备用，生火的好材料。哎，不对耶，如果是个龙头的话好像也不用打火石了，用龙头感觉就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下面还有路耶，下面不确定等一下下不下得去，应该可以吗？现在是往上走。哦，这该不是敌人吧？提莫，那什么东西？一力甩出来，等一下来，按住。这什么东西？这花吗？要等它出来才能打吗？呀，这个耐久度有点低呀！啊，坏了！呀，等一下，打！哎呀，这蛮恶心的，说真的。我的血量好高，它有点像某种海生生物，而且宝箱开的位置有点奇怪，旁边有一箱蛋的喂食 Kimoina 可以变成材料，喂食其实就是圣结石吧，我猜海葵。话说哦，那香菇没有办法下去哦，好吧，反正我在想我下去应该也会死掉，先走正常的道路。炸弹花拿的蛮多的，是会用到吗？炸弹花，耶！提莫。这血真的很多哎，至少要打两轮吧。伊莱克晚安，一进来就看到可怕的东西。还真的蛮像奇怪龙的，粘在天花板的。我的话应该会拿在弓上面呢。又是火龙头，如果火龙头能够拿那么多的话，是代表说可以随时一直使用的意思吗？这个样也来合成一下好了，等一下哦。
能合则合，但我一直按错，抱歉。我要合龙头，那上面已经有盾了，现在才发现这是盾，难怪合不起来，而且感觉它会冷哦，会冷，会冷，会冷。趁这个时候再把另外一个料理吃了。哎，等一下，料理是不能叠加吗？吃完就要等那个效果结束哦。原来如此。那如果吃了一个四分钟的料理，又吃了一个两分钟的，感觉应该是会被那个两分钟给覆盖过去。时间有点短，感觉有点危险，感觉会冷死。可以可以可以。所以体感上面好像也是做比较高级的料理会比较好。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吗？看来哦，这个可以爬吗？晚安，谢谢。雷格，谢谢。换角度看还是超凶，果然不应该把那个视讯镜头放出来的。没人会看游戏，不过下个点下去应该没问题吧？我看一下哦，下去，哦，下面是有路 ，OK。从这边跳下去会死吗？不用刻意下去。等一下，时间快到了，先来做一下东西好了。伊莱克，谢谢镇定，冰水谢冰，又发现了。谢谢伊莱克，打火石有的话一样，来用一下好了。然后，等一下，来，时间快不够了。要冷死，要冷死了。然后需要有暖暖两个字的。按错，按错的，我按太快了。吃了两个完全没用。给我小爱心，谢谢。哎，对耶，我刚才发现不用生火哎。我还以为要啊，它下面好像自己就跑出蓝色的火来了。黑虾没有，可惜。这什么东西啊？哦，老掉的东西啊，老掉的装置。话说再往前走，应该没路了吧？有点难分辨我现在去哪里。先随便晃一下好了。哦，下面已经有火，所以不用特别做。哦，看起来应该是没路了。那应该是要下水。河流的下面感觉有个蓄水池，还是这里可以往下走啊？可以。还好没有跳下去，感觉也细。
还没到吗？像这种就应该要来看一下，我试一下。这种用龙头的话，应该能够点火吧？火是没有点着了，后面都是点火了。所以这是没用的哦。先当做没用好了。单纯没对到吗？那再试一次。这样还说没对到？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我都直接射在正中央嘞，没有吧？我有 Amiibo 吗？没有哎、欸。这一款游戏有什么 Amiibo 能够使用吗？啊嘞，看起来是我这边有问题，感觉起来是一般应该是会点着吼。不限塞尔达，我没有 Amiibo， 我有买过 Amiibo 给别人，自己没有留过。以前唯一有买过的就是那个酷霸的，买来送人。其实我觉得普遍 Amiibo 都做的蛮好看的，比外面卖的一般盒玩啊或者是公仔都还要精致。再拿一个独立的龙头，等下来试一下好了。下次我看到空的锅具，再来试一试。然后要怎么蹲下？这样，弓也快坏了。哎，坏得很突然。弓在哪里啊？弓要怎么换呢、啊？我想一下，弓要怎么换？有弓吗？还是我现在身上没有弓？为什么会有树枝？日牙加油！等一下，这个不知好厉害哦。这一个按法有点难记呢。这个也坏了，没问题。悲剧的小苏，没问题的，绕吧，就跟我一样。发动专属技能酷眼，结果什么都看不到。哦，看起来这边应该没东西了，应该吧？该不会有藏什么东西吧？偷瞄眼，应该是没有。好，毕竟还是最一开始的地图。不大可能藏那么仔细了，姑且绕一圈好了，外围绕一圈，没东西，很好。只是不知道下一个点要去哪里啊？下一个点，下一个点。我玩的进度那么慢，应该是不用担心被我超前什么的。感觉下一个目的地是要往上走吗？不是很确定。先走，先走。话说这边又有船了，好多艘，是可以使用的吗？确认木筏，看运作状况。请使用河边的木筏，好，
哦，这边也可以料理，再料理一个好了，怕点药不够。五个。OK。然后斧头好像留的有点久，斧头赶快消耗掉好了。应该只是要到对岸而已吧。好，那就随便拿一艘船 Go。 一不小心就按太快。这边还有上去的需要吗？姑且上去看一下好了。这个是刚来的对岸吗？没有，果实而已。在网上还有东西吗？No，好，下去。现在倒是希望体力能够多一点，跑个两三步就感觉好累。需要更强壮的身体。哦，又是这一个。这个啊，目前看起来蛮简单的，感觉之后应该会有很难的拼图出现。应该可以先这样稍微预料一下。话说他们每次的表情都不大一样，这个倒是蛮细节的。好，接下来勒，接下来要去哪里勒？啊勒啊勒，来看一下哦，开始有点难理解了。这个对岸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吗？没有吗？等一下，我东喵喵西喵喵一下。所以都是简单的对岸吗？啊嘞？啊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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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嘞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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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错过什么吗？山洞啊，山洞是哪里啊？应该不是前面吧？前面感觉应该是没路了，所以是后面咯。抱歉，这时候我会去坡道一下，反正看起来我应该是回不去了，所以这边应该是没错的。啊，不过要回去应该也是可以了，再做一个木筏就好了。
走下来之前的山洞。诶，那我来这边干嘛？又是要救那个叶子吗？好吧，那就是从……那我就回去咯。从这边好像有点难。还是要往上走啊？这边可以走吗？其实可以走吧。看一下。可以耶。跳跃力卓越。上面还没有探索完。真的吗？这边是刚来的地方没错吧？在更上面吗？我来找一下。更上面这边还有路了，再往上走。头好痛啊！玩这款真的会迷路的很严重哎。啊，这个悬崖峭壁也不能走，再往上哦。这边有一点难过去。那就走这边吧。还有30秒，等一下。还有料理吗？有，还有一个，吃吧。补充12分钟的能量。感觉还有需要再做一次料理。再做一次好了。虽然说有点麻烦。该做的还是要做一下，不然等下冷死。哎，对耶。话说这个做料理的机制啊，是从一代就有的吗？还是二代才有啊？一代就有了，难怪大家用的那么熟悉。哎，不对啊，这我上不去了吧？这我跳得到吗？好像不行哎。所以我也不能回去了。嗯，不行。来走一下，还有哪里可以走的？一代就有了，只是二代有新食材和素材。哎、欸，对耶，等一下，我要去哪里啊？我看一下大地图好了。我的目标应该是要到，我看一下哦。这个图钉应该可以拿掉了吧？我觉得应该是要到这跨博呢，应该是哎，现在才发现上面还有标注克洛格，应该是要往这边走没错吧？设定个图钉好了，就往前走应该没错啊。再走一次，已经迷路了，没关系，我努力找一下，我相信我找得到的。那一头龙一直很吸引我的注意力。话说那边的地图也好多、哦，好可怕，感觉之后也是要一个一个探索的地方。夕阳蛮美的。其实他们地图本身就设计的蛮好看的，说。诶，等一下下去会死吗？试一下，我没有试过诶。下面姑且是水嘛，只是会冷而已。嗯，果然是。诶，好冷，好冷，那么冷吗？可以玩半年，我觉得应该不能玩半年吧。以我的情况，下面是刚来的地方没有错，上面呢、哦，这里也是来过了吗？
再看一下地图好了。其实我已经走到了，所以下一个点我要来的地方应该是……要么这边，要么这边，蓝或黄，都看一下。对啊，走这边应该没错啊。洞窟哦，洞窟，等一下，那不是右前方吧？前面感觉有连接。对耶，真的下去了耶。神庙会绿绿啊，我看到了，是前面那个吗？哎，那是来过的地方吗？哎，不对啊，这我回去了、啊。我回去了耶。哎，对不对？那是回去的地方。什么神庙会绿绿的？地图上会绿绿的吗？哪里啊？绿绿的。我想来这边看看耶。头顶会绿绿的。不是地图会绿绿的。我知道啊。前面还有敌人，感觉是那边。它不就像一颗蛋然后会发出光一样吗？一样是一个首府。前面那是什么东西啊？那去过了吗？所以不是。我在猜。ここだ。好吵，好吵，好吵，好吵 ！Oh my god！现在重点是要怎么上去嘛，对不对？咦咦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以为在打雪仗，看我高超的技巧，也太神准了。这个墙面好像爬不上去，这应该也会滑。慢慢爬的话，爬得上去吗？也不行。所以应该有别的路径。难不成是从刚刚那个下面吗？我下面要怎么过去啊？来绕一下。所以感觉还是要过河哎、欸，过河这个选项应该是没错。再过一次吧，过河后再好好看一下在哪里。那边应该不能走。这边真的好难走啊，还是哦，该不会是从这边吧？这边的地图看起来是连在一起的。对啊，话说啊，架摄影机还有另外一个好处，还蛮能够实时的提醒我不要驼背的。我不知道，我驼背也蛮严重，平常可能看不出来啊，但一拉它的时候就看得出来了。
对啊，感觉是走这边没错。没有没有，我驼背很严重，真的。大家有驼背的困扰吗？像我又走回去了耶，这边会不会太难理解了？呀呀呀，会冷死！结果我又走回来了。以前有，运动以后就没有了。我觉得运动能够改善的还是蛮有限的。但我确实啊，也是比以前还要好多了。对啊，看起来应该是走这一块没错，但是到这边就回不去了。之前也是卡在这边，然后我卡关了。然后我再找一下，该不是瀑布后面有什么路吧？没有。哎呦喂呀、啊！叭叭叭叭叭，继续找一下吧。爬不上去是因为会滑嘛？看一下墙面哦，找一个不滑的墙面应该就可以了。这个存在哪里？哎，对耶，这是存在哪里啊？有点可怕。先不要想太多好了。难不成是那里？瀑布旁？这个吗？爬得到吗？哎，有点微妙。我看到了，所以这边没错吗？我觉得我爬不到哎，体力有那么多吗？没有，还是我可能要换一个爬法。慢慢爬呢？慢慢爬会有差吗？哦，可以耶！看来用跳的体力耗的真的很多，高耗体的行为差的蛮多的，至少这边还要留四分之一的体力。但这边应该可以用跳的，够了，再跳一次，游戏，终于看到了我的神庙，我找你找好久了，最后一个神庙，找这边真的好累哦，剩下两分钟，神庙里应该不会冷吧？神庙里的维度感觉不大一样，终于走到了。哇，下面那条是骗路哎，骗人家过去。难不成下面有那种？没有冰覆盖的墙面啊、哦！这里应该可以拿到第三个能力了。第三个能力的拿完，那应该就算是新手教学结束了吧？杨妹妹，啊，帮你强化你的右手，
让你打得更顺。打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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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看不大出来，好像在说万岁。万岁的标志。可以朝正上方跳起，穿过天花板移动至地表。等一下，完全不能理解什么意思。通天术。嗯。它是能够让你穿越头顶之地，向上爬升之力。跳很高的意思吗？嗯。能够使用这股力量抵达神庙 ,OK?我猜应该是跳很高的意思吧，穿墙吗？跳很高兼穿墙。哦哦哦，还有坐标耶，跳。哦哦，好有趣哦。所以这么高也可以吗？墙壁这么厚，依照他的逻辑应该可以吧？哦，好舒服哦！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每次看到穿墙这个场景，心里都会怕怕的。哪一天穿墙穿到一半卡在墙里面，觉得特别的恐怖。但这个能力还蛮好理解的，也算用得很顺。这个呢，一次能够穿两面吗？好像不行，一次一面。所以用这个能力，最少最少是需要上面有一个能够立足的地方吧。另外一个光辉，这样子三个拿到了，终于能够回到主线啦。其实也是主线啊。接下来就是要到地图的正上方，也就是刚刚下去的地方。啊，嗯，通行。等等，最近我音没有补完。欸，我来看一下哦，我觉得这边是骗跳欸。这边是骗跳吗？是骗跳吗？是吗？我觉得是骗跳。等一下存档一下啊，已经存档了。不管了，我要跳。不是，不是骗跳哦，不是哦。等一下，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样子。我要跳得华丽一点，咻！啊，等一下，哎，剩五秒，靠背靠背的，啊不！请让我吃个料理，暖暖身子再说。果然是骗跳吧？要强调很多次，这是骗跳吧？好，最后一个料理，跳哦！好嘞，然后呢？然后呢？哎，骗跳！不然就是要跳得更边边一点点呢。至少跳到河岸旁边，对，跳到河岸旁边太难了吧？
感觉我已经被砸死哎、欸！跳哦，没事哦 ，OK OK OK， 呀，有，啊，再更近，哎、欸，这是真的吗？这正常的吗？果然是骗跳、哦，再近一点，全力的按前。还是哪里会比较好跳啊？我要不要看看我附近？我看一下哦。还是有更……还是有更安全的点啊？再跳一次。有，哎，おかしい，おかしいでしょ。还是木筏不能上去啊？那我这次真的飞到河岸旁好了，太怪了。最后一跳哦，跳失败就算了。快！哎、难的呀，是太浅了吗？一头砸在浅岸上，是不是啊？那我就绕一下旁边好了，你觉得不大对劲哎、欸？我觉得怪怪的，我来找一下。哦，等一下。该不会是要从这边吧？有好像有近一点的地方。从这边跳会比较安全吗？哦、好痛哦！会吗？好像也不会啊。但其实慢慢下去也不会怎么样啊。还是我跳这边啊？这边。再绕一下吧，总觉得应该有更聪明的方法才对。这个是愚昧之人才会做的事情。嗯？这是我来的地方吗？这个。好像不是、欸，对面还有敌人的那一块，我上得去吗？有一点想要过去，但好像不行。对耶，可以直接上去啊！先别走，等一下要去哪里？原来呀，原来是这边。这边是通到哪里啊？我看一下哦。哦，有新的工具，那什么东西？也像滑翔翼一样的。感觉我可以用，不过先探索完树洞里面有东西，等一下我看一下。先把这个拿完，我再回去一下。树洞还有东西哦，这样子好了。
我的视角完美的躲过，等一下又错过。我是那么容易错过的人吗？从这边看一下好了，有什么东西啊？该不是上面吧？哎，好像是哦。树顶。咦、哎呀，我就什么都看不到啊，到底是为什么？果然还是杀戮类的游戏比较适合我吗？杀，用杀的。等一下，等一下，太奇怪了吧？到底是什么情况才能完美的从中间穿过去啊？没有错，我要厮杀。厮杀才是真谛。哦，不过看起来应该可以用一下那个新的东西了，试一下好了。要怎么用啊？嗯，要怎么用啊？它是要搭配武器用吗？什么东西？我先回树洞一下好了。但我树洞回得去吗？可以。别人晚安。没有错，我要见血，更多的血。这个上面能够用穿越的吗？看起来蛮厚的、欸。但依照刚刚的逻辑，应该是有，可以。这是什么东西？嗯，这是还要再摆一颗石头吗？这什么？应该是吧。等、嗯、等。又一只，谢谢你的便便，嘻嘻，耶！啊，不是上面，这边不是重点吗？哎呦，宝箱耶！哎，咦，感觉很童话啊！有衣服，进化，而且有防寒效果。所以这样子应该不怕冷寒冷喽，右下角那个寒冷值好像又更低了。好，有衣服了，好开心哦。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滑翔翼应该是要放在轨道上面吧？这里有个轨道。这个可以直接踩上去吗？难道他也要搭配涡轮？不知道，我试一下，我来自己试一下。这个是机场哦。哦，动！哦，好可怕！诶。哎，好欢乐哦！哎，好棒哦！啊，不过不能自己控制方向，撞到会怎么样吗？那个哑巴困难，哑巴困难，我看起来没事。
看来不用过度担心哦。跟重心有关，我站的方位决定我的方向。了解了解，下次有机会的话再来试一下。飞跃倒是蛮有趣的。哟哟，哎，不过那张地图也很奇怪哎。走完寒冷地带才拿到这个厚重的衣物。不过这个衣物应该之后还会用到吧？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不急不急，走吧。先结束新手教学比较重要。对呀，哪有人破完关之后才给你那个破关的道具？开了开了开了，是之前那个勾玉、欸、先给我的话就不会做料理了，这倒也是。小说还没到，加油加油。看看地图，是我们的萨尔达吗？应该是吧。握手。当我是狗，但我还是选择握了。千林克旺。这样手是不是稍微复原一点啊？不是，跟我想的不大一样。那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哦，新的能力，又有新的，可以倒转指定物体的移动路径，直到其返回原本的位置。哦，回溯啊，回溯的能力还蛮好理解的，玩贝优尼塔就知道了。这应该是类似回溯的效果。所以等于说我站在这个上面，然后让它回溯回去吗？订阅谢谢。先试试看好了。然后呢？好理解，好理解。非常简单。接下来就是手速的问题了，太慢就危险了。祈祷，祈りを捧げよう。祈祷吧。啊嘞，什么东西？笑皮笑，
要死！会死！感觉缺一心、嗯，考验生命力的门。啊，果然啊，疲弱不堪的身体。还有另外一个神庙，等等你，等等，还有另外一个神庙。啊，在神庙的深处获得祝福之光，献给女神就可以了。嗯，回溯的技能很鬼，你要是把一个东西学举起来，一阵子再放下，就会变成自哦，对耶，就会漂浮起来了。来看看我的平板。现在平板就有传送功能，这已经超越平板了。地图上有蓝色的印记是，蓝色的印记应该是指神庙吧？利用传送功能前往剩下的神庙，有标记了。奇亚家的大门，也不会耗费我的生命力吧？所以下一个点是这边吗？传送？哦，有传送，方便。是，诶，是这边没错吗？没有错。先出去，这是我一开始来的地方吧？等一下，我看一下哦。一开始来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吗？应该没有吧？这里应该是可以叫我上去吧？既然拿到新能力的话。可以吗？跳的，跳的，这样跳啊？不对啦，我在想，应该是我用能力之后，然后再跳上去才对。干嘛那哈扣啊？啊，跳不到。没事没事，有提示也是好事。但我基本上也是会努力自己过的，不用担心。我也太不会爬了吧，你啊！刚刚是怎么爬上去的啊？等等。烦躁，好烦！不是，结果这个上面有什么东西啊？是要到对面去吗？对面还有个洞。有戏。这是前往下一个神庙的位置吗？哦，是耶，是耶。还有另外一台机器，电池制造机。你想要制造附加电池，帮我制造。所需要的材料要100个，这么多。建议你可以前往原本的采矿地，遥远的地底。遥远的地底。所以我要多做一个电池，要100个，好多。而且现在才10个而已。但不管怎么样，先通过这边再说好了。这边应该不会有新能力了吧？
已经拿那么多了。果然没用，所以这边也要善用回收的能力啦。看起来都蛮简单的。看起来，好有趣哦！游戏这边做的好细节，都两边可以走，先拿宝箱。对啊，这个技能没有冷却时间呢。狂用狂用，木剑成石，垃圾，用不大刀都说垃圾。前面这个应该是上去吧？这个门是拿来干嘛的？先上去看看，上去还有路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一瞬间吗？是吗？合在一起的时候吗？简单。所以一代有像类似这样的技能，但是是不一样的。那这边应该是探索完了，出去看一下。这里有停机棚，停机棚能够去哪里啊？不一样的，找时间来看一下别人的影片好了。不过现在找影片的话，应该都看到新的影片了，旧的影片不确定看不看得到。我看一下哦，飞下去有意义吗？啊嘞，啊嘞，要飞到那个，什么意思？飞到那边有什么东西吗？是不是不是？用传送的不好吗？我现在要回到这边嘛，这边传送不……真的回不去耶。从这边是可以回去了，搭机看看好了。我还是对那个条龙很有兴趣，好想赶快到龙那边哦。然后那边还有火山，前面还有像正方形的物体，还有圆球哎。这边，圆球，圆球是什么？哦，对啊，过头了！等等，过头了。等一下，这个要怎么过？其实从那边跳下去也可以吧？那我要停到上面看看呢。
让我停正上方。哎，发光，等下发光是什么意思？发光是什么意思？要爆了吗？发光是什么意思啦？爆了！要爆！一头栽死。没道理啊，没道理，我的飞机会坏掉吧？啊，我还以为可以在上面慢慢盘旋，没办法，看来有时间的限制啊。好难过哦，我以为我是自由的，没有。再飞一次吧，这次看左边，左边又有圆球哎。左边除了有圆球之外，还有一些小岛屿。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飞过去一点，飞过去一点，这边，这边，哎，这边，过来一点，过来一点。你有转弯吗？你有转向吗？这里。好像有点怪怪的，等下呢？刚刚飞的还蛮完美的啊，现在已经不行。还好，这边可以稍微控制一下，冒出一身冷汗了。怕到。小叔加油啊！真的不知道的话，就网络上看一下影片，不然走得太痛苦，也会玩得很累哦。有水多高都没事 ，Really？ 不会踏到浅岸吗？来，现在需要十只女神的一个，十只女神的一颗星才能过去。交出心来，笑笑笑，猫。上面没有水呢，你确定要上来？哦呦呦呦呦！增加心之容器。想当初我的心那么多，现在才拿到一颗而已。来吧，开门吧，牺牲我的生命力。
现在才发现这是双头龙。结果女神给的不够多，还要一颗。等一下，我可以去地表了吗？感觉可以了、欸。啊，よかった。要跟羊羊道别了吗？扉を開くことができたようだね。羊羊に蝕まれた貴殿の体は、啊，不过羊羊是我的那个手嘛，所以他应该会跟着我才对。祠で得られた祝福の光の力で、わずかだが正気を浄化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ようだ。過ごせた時間は短かったが、君と話せて嬉しかったよ。ヤンヤン。ゼルダの言った通りだった。哦，所以他认识萨尔达。あの子をよろしく頼むよ。ヤンヤン。没有了你，这个世界还有兽人吗？有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哎，对耶，游戏的时间也有关系。走吧。哎，等一下！哎呦喂啊，耳朵被扯掉了。耳朵要被扯掉了，哎呦呦呦呦呦呦！耳朵，这边应该也是要用那个人力吧？是吗？不是，下去看看。嗯，不是，那是要往上窜吗？是。应该说吗？那先不要说好了。居然算是暴雷的剧情。我要回地表。这个又是什么东西啊？是我那把烂掉的剑吗？是。我以为他已经把这把剑随手丢掉了，看来还保护得好好的。剑是能修复的意思吗？哦，有种回溯感。嗯嗯，怎样？萨尔达在地面吗？还是在不同的维度啊？感觉在不同的维度哎。不然就是时间不大一样吧。大师之剑，感觉是跟主线剧情有关。哎，我的剑呢？哎，我的剑呢？一脸疑惑的表情。哦，是那条龙来了。一直想要找他。龙龙是敌是友？
萨达诺手里，我的大使之剑。终于看到地表了。等一下，你叫我飞过去吗？应该不是吧。私を探して。你在跟我玩捉迷藏吗？好歹跟我说你在哪里吧。等一下，这边要干嘛？这边好可怕！前往海拉鲁大地要回去了。啊，想一下怎么回去。该不是要跳下去吧？等一下。啊！等一下，还没准备好。我，也许你还没准备好就跳下去了。不是狡猾而已。我的妈！我真的心里还没准备好，吓到我了。哇！我在想啊，这个心情大概就像跟高空跳伞一样吧。迟迟不敢跳的话，那个教练可能会把你踢下去。哦，终于回来了。从这边开始，游戏才算是正式展开吧。好，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看一下地图吧。地图没有显示是因为还没有走过吗？哦，有了。姑且还有一个黄色的点，先往黄色的点前进好了。那个吗？那个城堡吗？不对耶，其实从这边开始就可以自由探索了吗？感觉那边应该是主线。超大的地图可以想象。诶，那边有神庙耶。去一下神庙好了。还有树屋。诶，上面有敌人。等我看一下，那什么东西？那是敌人吗？哎，那个亚当啊，有点像艾尔登一出地图的那只角色一样，该不会很强？玩完艾尔登之后都有阴影了。哦，感觉是敌人没错哎。开心哦，烧毁。哎，所以这姑且真是兽人吗？有点丑丑的，不是很喜欢。反正从现在开始，我就随意走了。主线基本上还是我的方向啊，但我看到什么有趣的，就向我那边前进。这样子没问题吗？应该可以吧。我来跟大家达成一下共鸣。弹弹长枪。弹弹长枪前面好像插的像香菇。没问题。哦，刚该设这个才对齁。基本上会先走主线。主线附近有看到什么有趣的就绕一下。嗯，等一下，这边好像。武器先拿一下，头枪。嗯，要换吗？要换的意思吗？垃圾们先丢掉。再说是把铁扇也拿太久了，应该是没需要。お願い。あれ？那个是射不坏的吗？还是要搭配火焰啊？好像是。
舒服，但感觉里面的东西也被炸光了。走吧，这个上面还有东西吗？咦，碰到会炸人，你妈等一下，刚刚弓箭打了都没有事，不是太奇怪了吗？弓箭射老半天都不会炸掉，我一靠近就炸掉。啊，是因为我刚身上有火焰哦，一个不留意直接引爆。我想先去看一下前面那个神庙，神庙是拿技能吗？剩下的技能还剩几个？两个。哦，有看起来比较安全的屋子哎。哦，狐狸，托托。哎，等一下啊，吉诺，好强，好强，好强！等一下，等一下，好强哦！那什么东西？哎，只有没有损血，狐狸骗我。那先往前走好了，又不妙啊！多多骗人。海拉鲁草，恢复星星，这个是什么东西啊？手持，哎，不会吧？可以坐车车吗？可以坐车车。可以坐车车？能坐吗？这车车要怎么坐啊？我想一下哦。车车需要轴心嘛？轴心感觉坐不起来耶。但试一下好了，我也不大确定。啊，对啊，没有转轴吗？没有转轴的话，走得动吗？走不动了，还是游戏可以不用想那么多啊？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吗？想一下哦，我粘在木板旁边，木板旁边，真的动得了吗？拿这一片。我觉得应该是会变用推的耶，先放一下好了，先随便放。能粘吗？知道怎么粘啊？没有想象力的我，粘这边可以吗？对啊，我在想用风扇来推它，所以严格来说应该不是转它，是推它了。真的动得了吗？我不是很确定，我不确定它的风力够不够，有点微妙哎。平贴，我们试试看嘛，都没装过。姑且会站立啊。然后我的轮子，先试一个就好了。一个不行的话，另外一个也没用。这样真的，真的动得了吗？而且等一下，我用斧头会不会爆掉啊？我用斧头会爆掉吧？用刺的呢？刺的应该不会刺到。看一下哦，
还是要粘得很边边啊。会不会这个粘得很边边，像这样子，这样会不会就是洞了？他哪有轴心？他哪有轴心？这不是木板吗？还是你的轴心是指这个轮子的中间？这有点难粘呢、欸。要怎么刚好粘在轴心啊？这样算有吗？不解心算有好了。好，剩最后一个哦，感觉会动哦，有会动的氛围。哦哦哦哦 ，nice， 搓搓，好悲哀哦，感觉不会动啊，骗我，嗯，这我想一下啊。应该要这样吧，应该要这样吧，把这个当成轴心才对吧。尤其是很难粘的，不是我要说。大招要怎么粘住？弄小宽一点的木板吗？可以啊，来试一下。我想要先把我的轮子粘好。感觉这样比较正常一点。我是不是很不会玩这种游戏啊？好了好了，先粘好一个，再找另外一个过来。我觉得玩的笨笨的。好难粘哦，天哪。要怎么让它粘得更好呢？拿木头去粘好了，然后等下换小一点的板子，这个先让它平躺。哦，好像比较聪明一点。果然是要尝试了，这样会动了，这样会动了啊！然后呢？我觉得还是会动不起来，应该会蛮好笑的。这样感觉可以啊。等下，都没有粘好，有没有？有感觉。什么？试推一下刚做好的，先把这个粘一粘再说。这样子有粘到吗？哦哦，动了动了动了，动起来了，好感动哦！第一次的车车。哦，好臭！
半 K 洞就不错了。来来来来来，走喽走喽走喽。我做了那么久，到底有没有意义啊？就都都就都，火力不够啦，两颗。Double 力量，啊嘞，他正往中间撵呢、欸。这边 OK。哎、欸，对啊，坐了那么久，那不能移动，方位无法移动啊！你妈等一下，这没有粘好。哎、欸，轮子应该。腾空了，上面一点，这个也是上面一点。哦 ，OK OK， 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了。然后接下来就调个方向，往这边前进，走喽，两扇。哇，火力很够呢！这什么垃圾啊？不用了，不用了，根本垃圾。气歪了我！哎、啊，还有树，哎，对对对对，等下点好可怕，点好可怕，猪猪好可怕、哦！先把一个树杀掉看看好了，感觉会有些东西。一直没射到，但我觉得就算好玩啦、啊、总是要尝试一下嘛，浪费时间也是一段经验。打树的话用斧的握剑，钝器无效。感觉得出来，像刚刚复活就可以了。嗯，刚刚那个是不是掉下来？这个是不是空城的一部分？是用时间倒回的话，哭啊，哭哎哟！等一下，好恶心。滚呐、啊！哎、欸，妈妈妈妈，妈，你不要走！我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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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呢，一呢，来安抚一下，安抚一下！一呢一呢，急煞安抚，注视，够，够有两次可以用。马估起来算是可以控制方向，安抚是干嘛的、啊？拍两下会怎么样吗？会走吗？不会。安抚 OK。不过我在想，这个交通工具可能在我下马之后，它会自由的移动开，不知道能不能拴住。控制哦，要去驿站哦，还有驿站。这个世界有城镇吗？哎、欸，你不要蹭，不是叫你蹭这边。
我说城镇，不是蹭。有，太好了。哦哦，前面都是城镇了吧？很明显呢。一代，妈，好难控制哦。妈，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妈，都是你害的！哎，我死，我死。真正会死呢。よし。我知道我没有补品，卡 bug。刚感觉是我不会控制方向而已。哼！猪兽人，这个感觉碰了危险，不宜接近。新手打 boss 太快了。所以地图上也是会有这样子哦，点会移动来移动去的。城镇我到了，城镇有开门吗？有，城镇是我第一个目的地吗？喝水谢谢，最后一口。感谢。嗯，难道林克殿下，你是林克吧？啊！这一个感觉是一代就有的城镇了。普瑞亚应该也是一代的人，但我不知道，看到就知道了。啊，这是驿站吗？不是，他只站在马匹前面而已。哦，您不是剑士大人吗？讨伐队，讨伐队是什么？像是鬼杀队一样。看起来应该要先去报道，之后再回来探索。我不会吧？感觉也是可以乘坐的交通工具。就是你做那个平板的 Switch 的创始人。这个像便便的是什么东西？把魂魄祈祷。Wait a minute， 那什么东西？ Don't touch。Don't touch。快休息吧，今天预计玩到一点半。原来这边之前是废墟。好久没有听到声音了。幽霊じゃないわよね。
你拿的是直笛吗？嗯？何その腕？要腐烂掉的手。何があったか。教えてくれるわよね。萝莉婆婆，爸爸，看起来没有爸爸感呢、啊，应该是法色吧。ゼルダ様とあんたはハイラル城の調査に行ったのよね。そしてその地下深くでミイラを見つけた。それは目の前で目覚めて、ゼルダ様は地の底に消えちゃった。城が浮いたり。遺跡がたくさん降ってきて大騒ぎだったのはその時だね。そしてあんたは浮島にミイラについてた右手が守ってくれたってことか。それから変な奴にプルアパッドを渡されて、その右手はラウルって人のものだった。マスターソードは消え、ゼルダ様の声を聞いてここにたどり着いたと。人物简介没有问题。那，哎，对耶，看得到，其实没有很高说。劳鲁，海拉鲁王国哦，他是国王。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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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工具人又要出发了。哎。但我玩这个游戏还一直有个错觉，我一直觉得我好像在玩那个阿尔宙斯一样，连风格都很像。哦，有人物介绍了。古代文明研究领域的第一把交椅，年轻时呢就成了海拉鲁王国的直属研究员，最近则是和萨尔达公主一起研究佐纳乌文明，就是那个天空之城嘛，并对突然出在海拉鲁城堡出现的瘴气进行调查。他曾经将自己作为返老还童的研究对象，因此即便他的实际年龄已经超过100岁了，但看起来却像是小孩子。右下角那谁啊？右下角那他真身吗？哦，右下角他一代的模样。原来如此，那他长大不少哎。嗯，嗯，这算长大吗？好像也不怎么算。不过这款游戏一代跟二代时间有差那么多吗？应该没有吧？还会带奶音？没差多少，但实际的年龄过得比较快。看完了，房间里面有什么可以调查的吗 ？No， 好吧。还是什么？他靠实验加速自己的年龄吗？外观。哦，这感觉可以看哦。有什么好看的、啊？这一个我应该可以把它解释成是魔王城吧？跟门口的爷爷同岁，有够老的。
应该是做实验把年龄调回来了，有在喝返老药。鲈鱼，我最爱的鲈鱼，鲈鱼放在袋子里都不会臭掉的。这里有需要调查吗？我来想想看。把城镇里面探索完，再离开好了。我没有喜欢鲈鱼。像气球，这个可以用吧？但不能抓，可能是以后要用的。有平板制的，继续进化。中间啊，中间是这一个吧？有，监视堡垒的。先把避难壕打开。避难壕，居然是正中间吗？那蛮帅的。只要是这边的设备都可以使用，下面有什么东西啊？避难壕。这边有大地图，地图上有标示一些圈圈，感觉是重点。西卡族，有八个大型村落哦，画圈都是村落的地方啊。中间是海拉鲁，左上是利特村。格鲁德，奥尔丁地区。伊史村、阿卡莱地区、卓拉领域，许多海利亚人的村落，卡卡利科村，大家都说族长的小姐很美丽哦，没有兴趣。最时尚的圣地，东方的尽头，度假圣地，这个可以去。顺便说一下，什么食材煮完之后通常会变成原食材回血量的两倍，所以五个苹果单独吃 2.5， 但一次煮会变成回五颗星。就是不要一次放那么多就是了，如果在血量还不够的情况之下。没问题没问题，这个就边做边了解。所以现在那个度假圣地受海盗的袭击。好多人需要讲话。深穴。
深穴就是我刚去的地方吧，一开始。睡觉倒不用了。对啊，慢慢玩，不急不急。每个人的长相都是 friend 哦。这个村落是怎么回事啊？会夹杂英文。这边的 dust 还是 the mania？这些 dust 是从哪边混出来的？又是阿比斯。利特村，刚我看到海布拉区域西北方的雪原地带左上角，只要有带耐寒的装备和药品，好。这个是提示，所以右下角有海盗，然后左上角要去的话，要记得带防寒衣物。一夜之间出现在各地的神秘神庙。你好丑。卡卡利克村这边呢？水果拌蘑菇要食材吗？等一下，我苹果好像也不够了。我有吗？难道你身上有苹果吗？有，有吗？有，给你。我还有咸鱼。我以为是要教我食谱，直接做料理吗？水果拌蘑菇，这我好像做过了。苹果和蘑菇，对啊，所以这边我也可以做料理咯，看起来可以。其实现在可以做一些嘛，现在我觉得需要做一些呢，不然我会死掉呢。比方说蘑菇就一次拿，做五个好了，蘑菇好多。水果炖咸鱼，好啊，做看看。水果炖咸鱼。拖拖要的，哎呦，烤鱼，烤鱼要素在，那个是煎鱼吧？水果呢？啊，这倒是，武器。武器，腐朽了，所以瘴气会把武器给腐朽掉就对了。都腐朽了，有什么东西啊？哦，这腐朽掉的，看起来都比我现在的武器还要好用哎。那我是不是应该把身上的一些武器给丢掉啊？比方斧头，这个应该不用了吧？然后短剑也没有用过，拿，看起来比较帅。好，看起来应该是这边都探索完了吧？上面有黑斑，黑斑是什么东西啊？黑斑。回上面吗？啊，不过剩下的就留在明天探索好了。间接枪是怎么回事啊？不想要爬楼梯的话，可以通天。对耶，通天都忘记了。看来要把那个技能学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熟悉感觉蛮重要的。好的，辛苦大家了。今天比较晚开，不过至少啦，那个摄影机有搞好，搞好比较重要。等一下，等一下，突然变了，等一下呢，这什么东西？
然后结束呢？没有，哎，等一下，突然进剧情，有红色的月亮。月よ、赤く染まる月よ。何時の光がこの地を照らすとき、魔物どもの魂再び肉体を取り戻す。你等等。さながら、いにしえの大戦のこと。超级多魔物会出现的意思吗？再びこの地を席巻する。啊，敌人复活啊！了解了解。怕你把整片大地都杀完了。原来如此，好，可以结束，吓到我了，我还以为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嘞。辛苦大家了，刚刚先存一下档，存档最重要了。游戏，好的，那我们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辛苦了，辛苦了，玩得蛮愉快的。晚安，晚安。